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取回纳戒。啊，太难了！现在五大家族的人都想抓你呢，纳戒总比不了命重要啊。再说唐家的人也来了，抓住我非揍死我不可。师傅，还是带着我连夜逃命吧。小洋洋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可以拒绝吗？可以，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人知道你我师徒关系。如果今晚我散出消息，说你高阳是我王胜的徒儿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师傅，我去。这就对了。给你这个纳戒，还是个小极品。你那千机伞太招摇了，也不怕被人抢了，收起来。好嘞，用意念抚摸纳戒，然后对准自己想收的东西。我就说吧，纳戒很难操作。劳烦和史小姐说一声，我有些微醺，出去透透气。是。龙大夫，这是请柬。这是。嗨。这是医馆学徒。嗯嗯。我带着他，有个照应。啊。好，请进。嗯。分头行动。老杨，无人机测试完成，确认启动口令。王胜是你什么人？收到指令，2秒后启动。确认口令，王胜是你什么人？2秒后执行指令。